迎收看《给你点上新灯》。上周我们看到的是莲生法王卢盛彦在2010年5月19日来到了杨梅的通会堂，我们就继续来听当天的法语开示。两个人钱凑好，说要去买玩具。那买什么玩具好呢？就在那边想，想了半天。那这个年长一点的小孩就讲说，有了。年小一点的说，有，到底要买什么玩具？那年长的就讲说，买这个卫生棉。这小的讲说，这个卫生棉有什么好处呢？他说好处多了，你可以去爬山，有了卫生棉你可以去爬山，有了卫生棉你可以去游泳，有了卫生棉你可以去滑冰，有了卫生棉每天早上起来你都是非常的快乐，每天早上起来你都非常快乐，而且非常的舒适，一切圆满。这样子的玩具通不通？不通。通会堂是不讲，是买不买这种玩具的。有通的智慧，那个刚刚那是不通的智慧。他们不过是看一下电视。这个有这个东西以后啊，可以这个溜冰啊，可以做任何的运动啊。可以游泳啊，可以爬山啊，可以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很快乐。但是不通于玩具，这是不通的智慧。另外还有一个不通的智慧，那个是有问题的智慧。很多精神医院里面都有总统，都有总统住在里面的。院长就觉得说，住了这么多总统，有一天突然间又来了一个，他说他是总统，他说总统房已经客满，总统房已经客怎么办呢？再设第二总统房，就住进一个人，第二天又来一个，说他也是总统，没办法，就总统房。这个第二号就住了两个总统，这两个总统一天到晚在吵架，吵得很厉害，吵了半天了，终于他不吵了，很安静下来了，而且很平和。这院长很奇怪，以为这两个总统都好了，叫来第一个，你是谁啊？我说我是总统，那你还是总统啊？再叫来第二，问了你是谁啊？我说我以前是总统，但是现在我就变成总统夫人。这个就是有问题的智慧，有问题的智慧。你这个妄想过了头。精神不稳，就得了精神病了。得了精神病了，就没有智慧了。做出来的事情都是没有智慧的事情，称为失去理智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到通会堂，不能叫随便叫哪一个人突然间就头晕了，去给你买一块地。突然间第二天头晕了，给你一大笔钱，你还叫师尊说让他头晕20年。开玩笑的。那你不是要叫我让他失去理智20年？只是说要叫他跟我
我要债，不要要那么快。长十年再跟我要债。对啦，这个才算是有一点理智。因为他隔天就一直跟我要债，我两三天就要还，就还他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这个是比较有理智。拖延十年，我才有。对了，才有资粮啊。另外有一种是这样子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智慧。有些人没有智慧啊，真的是做出来的事情是迷迷糊糊的。像一个那个一个太太啊，跟她的密友讲，跟她的密友讲，说这个我先生啊，他既然他既不会赌，也不会喝酒。哇，他的另外那个密友的这个太太就觉得说，哦，你先生实在是太好了，他既然不会赌，也不会喝酒，那是一个很好的先生。但是他的太太怎么讲，问题就在这里，他不会喝酒，偏偏去喝酒，不会赌，偏偏去赌。你说这样子有智慧吗？没有智慧。所以我们做一个行者修行的人，这基本上的理智，基本上的智慧都要有。不要异想天开啊，不要去妄想颠倒，不要妄想颠倒。我们有什么能力，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去做，自己做不了的就呼应大家来做啊，呼应大家来做。那么自己能力有多少，自己有十分的能力，就做十分的工作，这个才是有智慧之人啊。那我们像我们修行一样，脚踏实地的去修。我讲说不要这个落等，就是说你这个超越，因为超越了就是空思，就是妄想。像我们呢，修行就是按部就班，按着次第这样子去修。那么你要参第一义也是可以，也可以，但是那个是果，你必要回头向因去修，有果向回头向因去修。你知道了果，你必须要从因地去修。因地修啊，比较脚踏实地，比较脚踏实地。好像不管如何来讲起来，我们从释迦行、上士相应、本尊啊，那修宝瓶器，然后修这个通中脉，修着火，那么修无漏，修明点，这个基本上的这些修行，你先修相应，再来修这个，先修升起次第，再来修圆满次，这样比较有次第，不要从头说，喂，我是得到第一义了，那么我已经开悟明心了。那你开悟的明心呢？你有没有按照你的开悟跟明心去做呢？没有。那你开悟明心有什么用？没有用。
你必须要脚踏实地的去实践你的开悟明心的。像受菩萨戒，你必须要像一个出发心的菩萨，开始去实践你的菩萨行。菩萨是什么？我讲就是说，不为自己，为众生，为他人。你有没有为自己啊？你自己先想一想，我执重，自我重，私心重，你开悟又有什么用呢？开悟就变成没有用了。你每一件事情都是为自己着想，没有为别人想。你我执重，我要这个就是要这个，别人给我别的不行，那个你就本身来讲，你就私心很重，我执很重。你既然我执重的话，你开悟又有什么用？各位观众，莲生法王卢盛彦在西雅图雷藏寺每周六带领同修并讲解大圆满法，星期日彩虹雷藏寺主持护摩法会，8月17日是十轮金刚护摩法会，8月24日是孔雀明王护摩法会，欢迎报名参加或者是收看西雅图雷藏寺网络直播，详情请电0492312992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关怀世界，悲悯受苦众生，西雅图雷藏寺一年一度的秋季大法会，恭请莲生法王卢盛彦传授求梦式度母大法，请您珍惜法缘，把握世间可贵的根本传承上师。西雅图雷藏寺秋季大法会详情请电0492312992，或者是收看网络直播。你自私的为自己想，不为别人想，你要先为别人想，这个才是菩萨，你这个开悟才有用啊！或者你开悟没有一丝一毫之用，等于没有开悟，那个是白开了。你开开开开什么玩笑？你开的玩笑太大了，对不对？你开悟了，结果你没有按照开悟的去做，你跟师尊开玩笑，不可以。先想想别人，最后才考虑自己。先帮别人，最后才帮自己。这个菩萨就是这样子来的，就算解脱阿罗汉，你也要了解空义啊。所以佛三转法轮啊是有次第的啊，第一转先转解脱，讲苦集灭道啊，成就阿罗汉。第二转，先转再转波叶，如来的智慧，成就菩萨。三转啊，第三转就是转讲你的心啊，讲你的心。眼耳鼻舌身意，意根阿赖耶，到了最细最细，进入了空性的这样子实践的一个方法，三转法，它是有次第在讲，佛也是有次第在讲。
我们今天修行也是要有次第的这样子去做。有果，你有了果，你就要修因；有了因，你就要修果。这个才是通慧，这个才叫通慧。所以不能说啊，这些有一些没有用的智慧、妄想颠倒，这些都是没有用。入世的啊知识我们也要有，入世的智慧我们也要有，出世的智慧我们也要有。因为有入世的智慧比较不容易被骗，出世的智慧你就可以成就等觉妙解，至少你要解脱道、菩提道，你要有成就，要通了这些智慧，所有的智慧要全部的通。那像世尊呢，入世的智慧当然也有，但是世尊脚踏实地的做，脚踏实地的做。世尊有这个波叶的智慧，有波叶的智慧，那世尊本身来讲也开悟明心，那么也把这个也能够见性，把这个心轮打开，也能够见性。这样才能够成就。那么自己修正了这个无漏着佛，也修正了明点。也能够明白空性，明白空性，明白佛慧。那这个很简单的，那这个修行的过程虽然道理很简单，但修行的过程非常的困难啊！希望大家能够一步一步的，然后一个次第一个次第的，每一个人都得到等觉妙解，得到圆满的智慧，通了所有的智慧。Om Mani Padme Hum。当天师尊也写下了墨宝，诸佛一切会等同觉悟微妙之法，菩萨以发心为因地长远依止，无上之智无分别。智乃是空智，一者佛慧，二者悲慧，三者空慧。师尊也为现场弟子赐授阿弥陀佛本尊法灌顶。结束了一天忙碌的行程，在2010年5月21日，莲生法王卢盛宴又赶往位于桃园市的桃园共修会，受到现场弟子热烈欢迎。现在我们就赶快来看师尊在桃园共修会所做的宝会开示。敬两位和尚、沙迦正空上师、16世大法王阿瓦巴、图登达子上师、
进坛城三宝啊，师母，各位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堂主，各位同门，大家午安。师尊午安。啊，今天来到这里，那么刚刚看了一段这个，就是录影，他们录下来的这个片子，那比较奇妙的就是说，有一个红色的这一种光，下降到这个王者的这个身上，王者的身上，这光啊下降下来。那么这一种光呢，就是接引，接引的光，非常好。这个我们每一个人修行啊，不一定是说在很大的寺庙里面才可以这个得到加持。啊，我们想想这个，这里历经两位堂主在这里经营，那么地方不是很大，但是他们已经经过了十几年，十八年，那么十八年这样子。艰苦的这样子的经营呢，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共修会也是不简单呐、啊，也是不简单。感恩师尊的加持。这个，那么老一辈的他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啊，有这个光下降，这个就是一个印证。印证呢，我们本身的这个真佛密法啊，非常的殊胜。那么刚刚呢，我在台中吃午餐的时候，那吴淑美啊，大灯文化那个吴淑美。他的爸爸过往的时候，那么也照到很多的这个圆形的这个光啊，每一张照片都有光，每一根照片都有光，那么这也是一个印证，他那个光啊是属于波叶的光，圆形的。其实波叶光啊都是圆形的波叶。我第一次回到这个台湾做法会的时候，在有三个体育馆，第一个法会是在桃园的体育馆，那个时候就有人看到整个体育馆都是圆形的波叶光，全部都是圆形的波叶光，飞来飞去，啊，师尊的法会出现这个波叶光啊，多。那么吴淑美这个他的爸爸过往的时候，任何一个时候所照的波叶光，那个波叶光就像下雪一样，啊，就像下雪一样，下雪就是一点一点的，有的是圆圈比较大一点，有的圆圈比较小一点。那么其实这种波叶光的出现，就是证明我们真佛密法的殊胜。因为每一个波叶光，你只要把它放大，放成很大，就发现到里面有很多的光，
结合起来的，啊，中间还有一点的光，这一个光呢，就是这一个坛城，一个波叶观就是一个坛城。那么一个坛城里面的中央的主尊，他坐在波叶光里面下降。所以吴淑美的这个爸爸呢，他离开人间以后，他也最近才走，差不多走了50天吧，哎，我回来一个月，那我回去了40天了。3月5号的师尊也到他家去，到他家去给他做观音千世法，啊，观音千世法。那离开现在差不多3个月了。现在五夜，下午夜，三个多，哦，70天，两个半夜，对，差不多两个半夜，因为我回去40天，回来已经1个月，差不多70天了，差不多2个半夜，回去那一天的时候帮他做观音千世法，这种波叶光我们正佛宗照了很多，我第一次回来桃园体育馆，也是。通通都是波叶光。那么波叶光出现的时候啊，我们用手去抓它，它会消失掉，抓它会消失掉。很多人啊，有很多人看见波叶光，用手去抓它，啊，它就消失掉。那师尊呢，是把波叶光拿起来，啊，一个光来放在我的手上。然后再给它抛出去，拿一个光来，再接在手上，再给它抛出去，好像在玩这个球啊，那个球在旋转，这样一直在一直抛走那些光，越画越多，越画越多，那所有的百千万亿的波叶光下降，这个就是。所有的百千万亿的佛菩萨下降，那么刚刚那个是老堂主的，是，就你，是我妈妈，是你母亲，对，那个是红光，红色的光从空中下降，红色呢是弥陀的光，阿弥陀佛的光。